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 Post Studio 的 Melody。今日 Melody Post Studio Po Tricks 分享就是要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 Po Tricks， 叫做 Iron X。如果你都喜欢 Melody Post Studio 的 Po Tricks 分享，就记得要 follow 我们的 IG、Facebook 和 YouTube， 还要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 post， 等更加多人认识 Po Dance。Iron X 这个动作我们需要用两只手 hold 住整个身体，所以是比较难度高一点的，我觉得它的难度有5分那么高。不过这个动作除了你要够力 hold 住身体，其实 middle speed 都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能够将只脚尽量打开，换句话说即是说你只脚越擘得大就会越轻。首先我们会 climb up 做一个 right leg hang，右手捉实支铺，放开个左手向下瞓落去，将个左手捉喺支铺嘅下边。跟住我哋会做 static B， 做完 static B 之后，你就会慢慢将个身拧向你嘅左手边。因为我系右手喺上边，所以我就将个身拧向左手边。如果你系左手喺上边，就记得将个身拧向右手边。好啦，慢慢将只脚放落嚟嘅时候，当你嘅身体去到水平，用力 hold 实你嘅 core 同埋 hold 实你嘅旁腰，跟住两只脚就非常之重要，要上下用尽全力掹开佢。而家我只脚其实同个身体系处于90度嘅状态，不过因为我将只脚擘到好开，所以在正面看的时候，可能你会觉得我的身完全伸直。在女仔做 Iron X 的时候，将身体摆90度是容易 hold 的。去到这个位置，你就已经 hold 住一个 X， 右手用力拉，左手手踭微微曲，推实支铺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动作 Iron X。